刘大哥，你好。哎，大哥。姐，我也说你去台北工作，顺利吗？嗯，弟弟回来了。你要提这个干什么？哦，你是关心他，那么多年老客户了，不是啦。他会他。哎，刘大哥，我拿尾巴订了香菇。啊，有，帮你准备好了。来，这边。谢谢。刘大哥，你有话要跟我说？ 啊，我爸忘了付钱。啊，不是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嘛，不要把感情世界看那么重。男人只要会赚钱，有钱有地位，多少女人会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演艺圈啊，世界你不会懂的啦。哎呀，这么不要说，你还说？没关系啊，我都忘了，我知道大家都是好意。你们看，我又来买东西了，不是吗？哎，等一下。香菇，谢谢大家，哎呀，谢谢哦。加油，加油啊！谢谢。拜。